啊，好的，老师，那个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网友吧，网友投稿的一段视频啊，然后这位网友叫做，还是叫做黑武士啊，黑武士，然后用的是神威，或者应该叫做万花筒雪人，万花筒雪人演佐助啊，很久了，很久没有看网友投这个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咻的一下跑掉了，对方是个西冷啊，千道忍者好像啊，月光疾风。啊、大家都在双方好像对吧，都没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，哎呀，但不是佐助的那个横向宽度比那个月光疾风高点啊，是吧，就把他打到他抓起来了暴揍吧，这个抓起来他就连分身都用不了，哎，对方分身了啊，对，然后佐助开霸体，哎呀，平 A 他，哦，直接上大招，对方好像想用一个什么技能啊，对方召唤了一个元魔出来，但是没办法，被这个雪人也给咔嚓了啊，开雪轮眼居然无敌啊，全魔都拿着那个佐助没办法啊，这两个是羁绊啊，羁绊的兄弟，碰到了仙人鸣人，仙人鸣人的等级其实按动画片里面吧，仙人鸣人和这个万花筒佐助是应该算是一个级别的吧，看就是那个时候对吧，他们两个的花长得差不多啊，哦，霸体直接被他捞起来了，霸体这个佐助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一二技能连起来的，连霸体都不怕，哇靠，对方扔了个连友，然后才扔个贝壳，哦，对方没有分身哎，又抓起来了，又吊打一波，哎呀，仙人鸣人好可怜啊，没有分身啊，一个大招吸过去，哦，可惜了啊，佐助毕竟是比较冷酷一点啊，鸣人是属于搞笑类的，是吧？哎呀。最后一个就是叫做蝎，和他一样穿的黑袍子啊，黑袍子，这个要实际上是佐助有大招，那就帅气了，然后这个技能没有打到，但是被人家给硬针给挺了两下啊，没有拖起来，他是没有连招啊，他直接是用二技能殴他，哎呀，被那个被蝎的二技能给拉顶了一下，是吧？现在蝎有，哎呦，去这里都能被掐住啊，佐助倒霉了，哦，又被顶了起来。拉起来一个平 A， 哎，没有骗分身啊，分身没骗到，戳，哎呦，可惜了，被拉起来了，被蝎的那个针给戳了两下，分身，哎呦，对方跑掉，哎，这方的怎么蝎一下子跑那边去了，简直是厉害，哎呀，丢了个贝壳，佐助好危险，哎呦，又被戳了两下啊，哇，直接抓起来啊，抓起来了，然后对方赶紧分身，跑，哎呦，被跑不掉，被顶了起来。最后一点点血，哇，招了个元魔啊，最后被应该是被元魔给劈了，然后一个大招啊，直接上大招，哎，不用大招，直接被元魔给顶死了，还是挺厉害的，